加拿大苗栗大学有定在六月十号要举办着毕业典礼，因讲康界的疫情关系，今年同款是采着线上毕业典礼方式来进行。上午校方特别安排线上毕业典礼的录影，包括着校长、甲这下院这老师、甲毕业生代表人做伙参加。伊照实体毕业典礼流程全部行一遍。伊校长李顺盈表示讲，今年毕业生总共有3000多位，尽管讲疫情关系采着线上毕业典礼模式，但是为了让毕业生来感受毕业典礼气氛。马来西亚和国学院来自行举办小型的毕业典礼。我们的毕业生今年还有3000多位，那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踏出校园以后，到社会上马上加入嘉耀最庞大的校友行列。我们有130,000的校友，这个毕业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commencement， 这个字被误解成毕业结束，不是 commencement， 是重新出发，新的旅程，重新出发。伊上午毕业典礼的录影，校长嘛对着毕业生提出着三心一真谛的这勉励，期待毕业生毕业了会当伫各领域来尽情做发挥。首先要有乐观开朗的自信心，校长在此勉励大家，要当一个充满自信魅力的人。接下来要有团队精神的同理心，重视团队合作的人就能够给出正向的能量。第三。要有与时俱进，保持一颗非常平安的心态。尽管讲是线上毕业典礼录影，不过整个流程嘛无马虎。校长颁发着毕业证书，和毕业生代表同时来报税恭喜因毕业。就连总统甲副总统忙上来着贺电，透过完整流程，但感受着满满的祝福。南天新闻台以下连接采访报道。